三筷子一根扳手没有了，快看一下。表演三口吃拌面。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默然，好几天没吃拌面了，叠一个走，那就来上一个锅肉吧，来上两个烤肉，啊，一个锅肉两烤肉，我扫你是吧，多少钱？三。哦，你们锅肉38吗？啊，对，好，过去了啊，58元，烤肉10块，锅肉38。谢谢。加面吧。请你来个加面。哎，你别说，它虽然38，但是它这个肉给的确实很多的很，肉跟面差不多了。再加啊。嗯，好。随时可以加吧。好的，好的。直接一个面夹给了啊。看你这个够不够。这个就这一半菜都跟一个正常的锅肉一样。这两个人吃一份够。两个人吃一份就够了。第二锅子，你把那面咬断吃它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虽然是刚吃饱，他们家的面你别看细，但其实特别筋道，筋得很。他这个肉跟我之前在乌鲁木齐啊，在吐鲁番。在哪吃的拌面，这个锅肉都不一样，嫩嫩的、筋筋的，确实好吃。你这两筷子把一个夹的面已经吃完了，就算一个拌面，三筷子一份拌面没有了，再看一下，表演三口吃拌面，再给你夹上两个面点。还能再加面吗？可以，就是再给这个小伙再加上一个面吧，面多一点，长身体呢。给那么多菜，这得加多少个面？一点烤肉了还？啊！来来，吃上一个。我也不吃，不吃，我吃刚吃完。我也不吃。你全是肉了吗？你看，过油肉你还点啥拌烤肉呢？我就想不通。一天不吃烤肉感觉很亏，几千公里跑过来了，每天不吃个烤肉都对不起跑那么远。你叫我加面吗？你们加掉了，加过了。你们能吃几个加面？我们吃一个加面，放开吃可以吃三了。来了吗？好的，谢谢。这就一口呀。老板还能不能加了？可以加加呀。咱们最多吃过见过加多少个面的？你吃饱了就行了。肉比面多，它这38确实挺划算的啊。哎，就是要这样吃。哎，你这吃面了，我菜也吃一点。把菜吃完行了，不加面了啊。太过瘾了。8点钟了，8点9点，我们吃烤全羊去了晚上。你吃啥我都不吃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吃拌面，差点没把菜吃完。现在咱们站起来走路吧。可以啊。走，走。
在新疆这样一个锅油肉拌面38块钱，你觉得划算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没吃好，太没吃了。这个骚。